好香啊！惨了，我觉得我们明天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厨坐这里，哇，好鸡哦，保温保温，天啊，那个鸡腿好好吃，留给你了，大师做的，压力山大。今天有鸡肉，有鸡有排骨，完了看饿了。他是厨师吗？看了一下食材，可能要去买，因为你看它全是菇，但我们还是要去买鱼，对不对？鱼的话我带过来就好了。啊。对啊，因为我工作的地方楼下有超市，买鱼的话很方便。难道他是渔夫吗？他下班带过来。火锅牛肉炒一下。要不要我一起去？我们一起去。可以啊。还有土豆。对。土豆不能差太远，我们。我们一定要加油。对，我们不能差太远。这个转差有点微妙哦。小文打开另一扇门。小文一定不知道他才是最幸福的。我们怎么做呢？那我就坐这里吧，我拿个最多的。我们要先坐下吗？可以啊。选座位是要怎样坐？就随便坐吧。随便坐吧。那我拿这个饭吧，因为我自己盛了一个很多的。这是灰色是男生的。选吗？我想干吃米饭，太饿了。我觉得他们很 couple。对啊，我就觉得根本都不敢走进去。会做饭的男人最棒。哇，好会煮哦。